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顾云。因很多小伙伴的要求呢，需要看钻石，今天呢也给你们安排上了。今天给你们分享三颗 GI 证书的钻石。钻石呢，如果你们要想买的话，你们一定要在网上做足功课哈。完了，你们再和我来讲 GI 的证书呢，在国际上是钻石领域中最权威的，就相当于珍珠的真科研大证书一样的哈。今天三颗裸钻呢，一颗1.5卡的，两颗是一卡的。今年呢，钻石大家都知道，大钻这一块呢，就是价格掉的特别的多。还有我们今天到了两颗绿碧玺，阿富汗的金切的，品质超级高，而且呢都是比较大克拉的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我们先看这一颗1克拉的 F 色的 SIR 的进度 ，Very Good 切工，有奶有咖啊。这一颗是24000，价格也是非常的低。这一颗呢，相对来说比较优秀 ，E 色的 VSE 的 Very Good 的切工。没有奶有咖，这个价位呢是35000，这一颗呢是1.5卡的，这一颗非常的优秀哈 ，F 色的 VVSR 的 3EX 切工，无奶有一点点咖，这一颗呢是110000。其实这一颗我以前卖过差不多等级的，这一颗啊，我觉得以前要卖到最少卖到130000，能差20000块钱。我也不知道钻石现在是不是最低的一个，钻石呢我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最低点。就是伙伴们如果想要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我给你报的这个价呢，我可以说也是非常价格比较低嘛，在我们行里钻石价格是非常透明的。这个证书你们可以截一下图，完了你们也可以比方说在谁家买钻的话，也欢迎大家截图全网比较价格哈，这个价格我觉得我的底气还是很足的。还有好多成品我们今天就不展示了，等后期我们周五的晚上直播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对于钻石来说，我个人还是喜欢有色宝石的，像这两颗绿碧玺我是非常喜欢的。这两颗绿碧玺呢颜色有色有区别哈，这一颗呢是蓝绿碧玺，也可以叫湖水蓝，有非常好听的名字叫拉贡，就和黑珍珠的那个拉贡的单词是好像是一样的。这一颗呢，它的颜色比较丰富，有蓝色，有绿色，还有带一点点橄榄绿那种感觉。这一颗是12卡，这一颗是15卡的，这两颗形体都非常漂亮哈。这一颗还是老价位15801卡，这一颗呢是2001卡，价位我们定的是非常的低的。蓝碧玺，现在碧玺也是非常的贵，尤其是卢比莱，卢比莱我想拿点3卡左右的都没有，因为3卡做耳钉比较合适嘛，有的小美女日常戴有耳钉都没有货。现在年底了，卢比莱这块涨得超级多，这个还没有货嘞，就是我想大批量拿都没有货。稍微擦了一下，这个阿富汗的金切碧玺哈，就是你不用考虑它的火彩和进度，它也是无烧的哈。它因为底价便宜，舍得切，所以你它的切割切得非常好。在碧玺当中，它的火彩可以说是最好的，卢比莱基本上达不到这个火彩，因为卢比莱谁也不舍得给你这么切，阿富汗金切嘛，它就。切得非常好，火彩是非常好的。这颗呢，帮我们江西的吴姐预留两天，她前几天买了一颗这个，差不多色系的一个戒指，这一颗所以说这一颗这颗裸石30000了，它有一丢丢超预算。其实买碧玺哈，在经济能力允许的情况下，我还是建议大家买大不买小，这颗也很好看的。每一个周五的晚上都是我直播的时间哈，如果大家想要围观的话，可以私信我。我们家直播呢也是不卖货的，就是展示我们家的货品，因为我们家是属于实体店，店铺里有很多的现货，而且呢你所有的下单我们都是秒发的，比方你今天下单我们今天就给你发货的。很多的直播间呢就你永远买不到博主手上的那颗东西，那样的呢基本上都是预售，我们家呢都是成品展示，成品发货啊，就是你买的什么东西就是发货就是什么东西，没有任何的偏差的啊。就是做生意诚信还是最重要的，这就是呢人品决定了你的风水，也决定了你的财运啊。那今天的视频呢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明天见。